月24号，第八个中国航天日当天，在中国陕西铜川的亚洲最大动力700吨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台，烤台试车圆满成功，标志着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，试验能力大幅提升，在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。试验台投入使用后，将有力保障中国重型运载火箭载人登月、深空探测、天地返网、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工程顺利实施，为加快航天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。